念之心动三千，起心动念刹那间。这边的一念之心，一的话，我们左手往外比一个一。之心，这边的心代表心念，代表意念，所以我们右手打意念的意。动三千，动我们双手握拳转圈圈，这就是转动。三千我们用普遍在一切世间角落来代替。下一句，起心动念刹那间，这边的起心动念我们先比心，因为心受到了外界污染和扰动，所以我们双手握拳一样用转动的手势。刹那间，右手快速在眼前划过，这代表瞬间快速。一念心起，能够牵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就像有人发挥爱心助人，不只受到帮助的人感受到温暖，连见闻的人也会受到启发，带动起来的就是无量数亮丽的心灵世界。而每一念心都是电光石火，如果能恒止刹那，往成佛之路就不远了。好，这两句我们再来一次。一念之心动三千，起心动念刹那间。一念之心动三千，起心动念刹那间。求存，把我姻缘祝福天。